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镜子。答应你们的生肖龙，我做了一只，是一只小龙。龙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，所以做的时候我选了蓝色，当然也可以做成其他颜色。那么开始教程吧。蓝色和白色混合成从浅到深的四个颜色，最浅的蓝色做成主体颜色，需要的量稍微多一些。圆球稍微捏出嘴巴的部分，依次做出耳朵、眼睛、龙角以及细节。龙角我用的棕色，眼睛用的玻璃眼珠。头部做好以后做身体，这是一只卧着的龙。连接身体以后，在四肢部分我做的比较简化。之后是头部和背部的尖刺，背部尖刺我用到了之前调的几个蓝色，尾巴也是一样。最后在龙的背上画上鳞片，那么小龙就做好了，挺可爱的吧？喜欢吗？如果喜欢我的教程视频，请给我评论、点赞、收藏加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